中国和阿塞拜疆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，平等互利的好伙伴。中阿关系始终健康稳定发展，两国合作取得丰硕成果，战略内涵更加丰富。今天我们将发表联合声明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到战略伙伴关系。新定位也是新起点，我们双方一定会继续努力，加大相互支持，更好地造福于我们两国人民。